获奖的警察，有的服务20年、30年，一点一滴的把警察的形象建立起来。可是只要有少数几个害群之马做出一些社会不能接受的事情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形象的损失是一桶一桶的往外倒。这种发展尽管看起来好像不尽公平，但是呢，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，我们不能不面对。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，我觉得今天警察节我要向各位强调的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坚持清廉、保障人权这两项重要的工作。事实上，我们从这次台中角头命案所呈现出来的情况，媒体说是黑白挂钩，问题是我们办理刑事案件的外勤的警察，他的工作上不可能不跟黑道或者涉嫌犯罪人接触。有些人涉嫌犯罪，可是还没有定罪，他也不能说是罪犯。他怎么样跟这些人互动，